大家好，我是多多，我现在正在学习 WiFi。我现在要告诉你它们的用处。所以，在1999年那个年代的时候，你知道美国呀，它比德国的东西都好，更就是地方会更好啊，东西环境啊都会很好啊，所以六个。德国的老爷爷他们是商人，经常用电脑手机查一些不同的东西，他们经常不够睡眠，因为像我们如果要一天查10个东西是我们的作业的话，很快就查完了，但3个小时肯定就好了，2个小时应该就会一两个小时，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 WiFi， 你就看那个小点点嘟嘟嘟嘟嘟嘟，都要睡着了。所以那六个老爷爷说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弄好。他们就用了将近89个不同的想法，终于找到了 WiFi。他们就一起传流到了美国3楼大，跟所有人讲，我们有一个东西，我们想遵旨 WiFi 可以让你们电脑手机都变得 super 快。所以那些美国人说，行，我们给你一次机会吧。他们就很开心，到了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开始学习呀、学习，想这个办法，想那个办法。最后在2006年底，他们终于搞好了 WiFi。 然后但是有一些美国人，很多人都信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美国人，他们就他们在占我们国家的地盘，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，已经那么久了，从1999年已经到2006年了，哼，我们不开心，他们就会拿起他们的枪，想把他们杀掉，把他们干掉，让他们离开。他们不是坏，他们就是很难理解别人的想法。所以在他们找那些老爷爷啊，然后在2006年底，老爷爷们弄好了，但是还是很像你知道不清楚。像我在2006年打电话，终于可以打出去了，连出去都可以打出去了。像我在这儿，喂，妈咪，我妈妈会听到的是，就自己没了。在2006年之前，我喂，妈咪，有人吗？哎，你好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打了。但是什么时候清楚的呢？在2009年底，他们搞清楚了。喂，妈咪。喂，宝贝，我给你去纽约寄一点那个巧克力啊。好的，我想你哦。叮，所以那些人，我们相信你了。枪，垃圾桶，嘣。先把子弹拿出来，要不然炸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到了那边，受了所有的美国人，哒哒，回到德国受，哒哒，整个世界。一个世界旁边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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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Fi， 叮。然后呢，美国人所有的评委啊都说，他们六个老爷爷就成功了 WiFi 的发明。谢谢观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多，我现在正在学习 WiFi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他们的用处。所以在1999年那个年代的时候，你知道美国呀，它比德国的东西都好，更就是地方会更好啊，东西环境啊都会很好啊，所以六个德国的老爷爷他们是商人，经常用电脑手机查一些不同的东西，他们经常不够睡眠，因为像我们如果要一天查10个东西是我们的作业的话，很
很快就查完了，那三个小时肯定就好了，两个小时应该就会，一两个小时。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 WiFi， 你就看那个小点点，嘟嘟嘟嘟嘟嘟，都要睡着了。所以那六个老爷爷说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弄好。他们就用了将近89个不同的想法，终于找到了 WiFi。 他们就一起传流到了美国三楼大楼，跟所有人讲，我们有一个东西，我们想存纸 WiFi， 可以让你们电脑手机都变得 super 快。所以那些美国人说，行，我们给你一次机会吧。他们就很开心，到了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开始学习呀、学习，想这个办法，想那个办法。最后，在2006年底，他们终于搞好了 WiFi。然后，但是有一些美国人，很多人都信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美国人，他们就，他们在占我们国家的地盘。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，已经那么久了，从1999年已经到2006年了，哼，我们不开心，他们就会拿起他们的枪，想把他们杀掉，把他们干掉，让他们离开。他们不是坏，他们就是很难理解别人的想法。所以在他们找那些老爷爷，然后在2006年底，老爷爷们弄好了，但是还是很像你知道不清楚。像我到2006年打电话，终于可以打出去了，连出去都可以打出去了。像我在这儿，喂，妈咪，我妈妈会听到的是，就自己没了。前我喂，妈咪，有人吗？哎，你好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打了。但是什么时候清楚的呢？在2009年底，他们搞清楚了。喂，妈咪，喂，宝贝，我给你去纽约寄一点那个巧克力啊。好的，我想你哦。叮。所以那些人，我们相信你了。枪，垃圾桶，嘣！先把子弹拿出来，要不然炸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到了那边，受了所有的美国人，哒哒，回到德国受，哒哒，整个世界，一个世界旁边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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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Fi， 叮。然后呢，美国人所有的评委啊都说。他们六个老爷爷就成功了 WiFi 的发明，谢谢观看。